合格了哈，合格通知书。爸爸呢？是个有呢。爸爸考试合格了。啊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！没好，好的啊，一起去买蛋糕哈。刚刚，那个什么，领着我闺女说要不要去拿个洋葱哈，我让我闺女看看有没有信，结果有一封信哈。这个信我大体看了一下，是我老公的信哈，但是这个地方写的是全国建设研修圣塔，就是研修中心造园，考试科的哈，就是我应该。那哎，不是，给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打开看看，应该是。奶奶呀！奶奶啊，我打开先看看。这家伙不让我打开，这怎么还丑啊？怎么奶奶？奶奶什么奶奶？哎，不让我看呐，等到爸爸回来再看呀。啊？等等爸爸呀。哎呀妈，让爸爸开呀，好啊，那让爸爸看看开吧。他不让我开，你看见脚丝巴拉的哈。他不到三岁，快上！这以后我跟山口得听他指挥哈，我得开个信封都不让我开啊！哎妈，我就先去做饭吧。妈妈，不要！什么不要？这我不看了。好，不看我关上啊电视。好，不看电视了，那看什么？姐姐。看姐姐啊，这上面有姐姐，等着一会儿就有了。汤啊，那里边有糖啊。哪有糖？我看看，掉了，掉那里边去了。哎呀，掉了，掉在那儿，谁掉的？呀，谁哪掉了呢？嗨，你好，牛棒，要不要米饭？牛棒，你看看，好的，旺。嗯，狗汗，有点狗汗呀。嗯，好。饭就是太吃啊，再给你煮点虾。辣。好棒子。啊？辣。辣什么辣？不辣。吃吧，好吃。就是太吃。嘿。太好吃了。别别了。你吃，你不吃那不吃，你不得吃点啥东西好了？你吃，等我给弄弄看看，你吃吗？香肠。吃呀，这是爷爷谢谢，还得到，谢谢爷爷爷爷。啊，吃吧，不客气，吃吧。吃。你吃吗？你光舌头。这给爸爸呀，好，谢谢你。头发啊，爸爸剪头发啦，让阿姨给剪的头发呀，好，你快吃你的饭吧。阿姨也剪头啊！阿姨给黑娜酱剪剪头发呀。好，等下次哈，下次这个，我在这个阿克大营呢，啊，他弄木什么一个呀，大麦的，啊，说给你拿一拿一下，爸爸开卡了开的卡啦，爸爸个阿克旅游呢，笑，大麦的，爸爸大麦的，黑娜酱有，爸爸大麦的呢，哎呀，好，接着啊，接着汤啊，有汤啊，哎呀。爸爸的这个一级造园工程，合格了哈，合格通知书。爸爸呢？是个有呢，爸爸也来也呢，李娜讲，おめでとう。爸爸呢？爸爸考试合格了。啊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！爸爸，蛋糕。啊，蛋糕啊，好，等给爸爸买个蛋糕啊。蛋糕。
哎，美好好的啊，一起吃美蛋糕哈。这次的考试合格了，就让他直接决定十二月份你去参加哪个。有两个考试，一个是管道工程，一个是造园工程。啊，看好几道哪里？我们那几的。嗯，看好几的小，就你个子，那。好，把门关上。啊，把那个盒子拿丢那车上，盒子丢车上，咱让爸爸去，咱让爸爸去丢。哎妈，就这么一丢行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家伙，你这。好，走吧，上妈妈车吧。他挤哈，小鱼，他挤。丢哪？丢这个车哈，丢爸爸这个车哈。哎呀，丢上去了，真棒！这腿真长，这大蜘蛛哈。哎，小鱼哪去了？在不在？啊，在，好，先走。好，走。今天早晨又怎么了？昨天还是自己走进去幼儿园的，忘了。啊？什么？这怎么还在妈妈抱抱吗？哎，你这个样吧，你是。你今天小朋友都自己走过去了，自己上幼儿园，你倒好，还在让妈妈抱着。就长这么的大姐姐了呢，大宝贝了呢，还得抱着。哎呀，我的闺女啊，今天上幼儿园又不大怎么情愿哈，可能今天早晨在车上又没做思想工作，昨天晚上还给她做思想工作，还问她在幼儿园开不开心，告诉开心，老师还教着他们跑步，还在床上跑一圈给我看看在幼儿园是怎么跑步的。我问她幼儿园饭好吃吗，告诉好吃，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又有点不大好意思了，因为她老师领着他们班的小朋友上厕所，他们班小朋友都在那个门口哈，那么他看着人家都在，不大好意思。哎呀，反正进去的时候扭扭捏捏的，真要想我这闺女，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哈，他想要干什么东西。现在来到我们这附近的有一个超市，哎呀，家里边酒、咖啡又没有了，又要给我们家的幸福男人山口先生买酒，采购酒，采购咖啡。哎，要小们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怎么的，一到了半夜几点，十二点多一点钟这头就开始咳嗽。家里边感冒有，感冒药有，弄嗓子的龙角散也有。昨天半夜我逼着他吃了一个龙角散，吃了一包龙角散。今天再给他买点咳嗽药，让他把这三样东西啊坚持吃起来啊。这小花也好漂亮。妈妈卖板栗姜的，柿子下来了哈，170日元一个，妈呀，8块钱一个柿子，不贵了。刚才我去那超市给山口买这个止渴的哈，止咳嗽的这个东西，寻思给他买这么个糖浆喝喝吧哈。我买了两种，结果结账的时候人家告诉我就能买一种，可能这个类似于这种治咳嗽的糖浆一个人就能买一种。我的妈呀，你有钱你都花不出去，没办法，就先买一盒吧哈。这个季节就开始卖这个郁金香的种子，百合花的这个种子，百合花的这个种子，哎，这大，这是一种百合花，这么多，你看好漂亮的，真漂亮。哎呀，就是我们今年就不种了，家里边全是草，种了也长不好，你看真漂亮。还这种小一点的，还有这个蚂蚁呢，还有这个风信子呢，这个紫色，那米子一类都打开呢，这个挺好的，直接装点水就可以了，不用放在泥土里边。这是一种百合，好漂亮，这个花也好漂亮，它能就是开的。这花瓣很多很多，都是重叠的这种花瓣，我也不知道叫啥花。水仙花。哎呀，对，我想买点水仙花种在我们家门口。这是几月份开始种？
10月份到12月份这种。嗯，每个水仙花型哈。今天这里有啥活动哈？刚才路过那个地方啊，应该是人家那个区在搞一个什么祭祀活动，好像是哈。我来我们家地里边拿点东西哈，看我们地里的小花长的，看看我们这儿长的，哎呀，这小花长得都爬在我闺女这个秋千上去了哈。你看秋千上都长花了，那哇，这小花也挺漂亮的小花，这一串全都是花，这也挺好看的啊。哎呀，今天有风啊。那我们家附近都已经开始收割水稻了。